不给他上一课，那还得了啊！兄弟们，这必须给他上一课呀！EJ 辅助，这边不来把三项造线，感觉可以啊！三项造线，德玛西亚人从不退缩。来来来，悄咪咪的摸进来。就是这么简单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别打。别打别打别打兄弟别打。他在偷米啊，哎呀，这还要走过来给人家偷。哇。舒服，舒服，兄弟们，先别出去 ，EJ 回家买复用型药水了。他出门比较慢，不着急，很少有人会打第一个 buff 用宠剑啊。等 EJ 先过来，千万别漏，别漏。好，你看来了。200多血，他一下怎么直接锤掉了？交给我了！啊！啊！荣耀与毁灭同在。为啥，兄弟？哎呀，出问题了，出问题了，这波大逆风，出问题了，出问题了，还行还行，不能再走了，再走 EJ 单杀了，这波不能再走了，没单杀还行。进军，哇，这波太伤了吧！逆风开局。看一下位，一点寒芒先到，随后枪出如龙。看哪里有机会，下路配了个巴德的话，不是那么好抓呀。没有硬控，这两个射手太灵活了。即将凯旋，EJ没闪，哦，漂亮，好抓，好抓。奉吴王之命，抓掉我们就不去下了。勇士之魂，胆子这么大吗？那他应该没刷自己红 buff 啊。那他应该没刷自己红，他能有这个时间反野，他一定是刷了自己下野区，然后直接来我上野区的。对，现在应该在刷自己红了。时间上来说，应该没有那么快吧？啊，这么快吗？这什么帅路线啊？蛮快的，不过也行吧，反他两组。他应该没有反我三狼。嗯？这他妈什么路线啊，兄弟！
刚刚来他三狼还他 F6 还在。交给我了。三项这把三项。看不懂啊。击鼓进军。上路机会不大，这把其实就抓他们下路提款就行了，别的地方 也抓不到。命运已做出了他的选择。四十刀蛮能刷的，陷阵之阵，永死无声。漂亮，这个能上吗？胜利在呼唤。蓝 buff 就不去了，直接上河蟹吧。OK。勇往直前。这个机会不大。他们的生命已被依法剥夺。先补等级。荣耀与毁灭同在。四十五刀。当年寒芒先到，随后枪出如龙。好，蹲他一下，他只能只有五，这个红不能千万不要拼惩失败，他吃完这个红绝对倒六。奉吴王之命。nice。哎呦，第三下没拼过呀，不过杀了就还行。赚的赚的。命运已做出了他的选择。先别 A 了，等他出个眼睛。行动才能说明一切。要不要买三项？小龙可能要放。这个闪看不懂吗？这波闪现居然都看不懂，兄弟。哎呀！德玛西亚人从不退缩。
1130。都不需要我们出手啊，刚好前面失误。即将开拳，先多刷，先多刷，刷到三项拿他们双人路提款。陷阵之阵，有死无生。把剑魔搞走，漂亮，上河蟹，这波思路很清晰啊！剑魔过来先大招把他甩走，把这个魏先杀了。枪出如龙，先锋就丢中路吧。哇操，这队友为什么都这么强啊？等等先扔了足具，队友太猛了，纯躺。这局我去对面能赢吗？我觉得我去对面能赢啊，为啥不能赢？我去对面我就抓这个卡特呀，这配合力上着多好的，但是对面的位好像并没有抓过中。剑魔前期也是优势啊，剑魔。漂亮，我这把都有机会超神啊！慢慢来，抓波卡莎。德玛西亚人大得有大，哦呼，走。黑切，去他上，这波未出门包刷上野区，咱们直接去他野区找他就行了。三郎，三郎是不在的。你别打字啊，哥们，出来啊！哎，刷波上。这个真 K 不了，
他每次留个大招收尾，交给我了，大招，请不要烦我。 怎么走？哇！在干什么啊？啊？ 搁这偷龙，你这是放弃的样子吗？我操！卡莎应该要送塔了。他们的争议已被一发不可。 前！哇哇！等我！ 我操！我还想 EJ 的，爽！ 不会这把还能超神吧？对面好像不会点啊。无人能挡的，还差两个，还差两个。 再拿两个，这把就够了。好 ，EJ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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漂亮，差一个。Nice， 漂亮。 我甚至有希望争夺 MVP， 兄弟们不要急。MVP 我都有希望。拜拜拜拜拜拜，位应该有大了，回家吧，买个装备。 A 大，交给我了。818，再整个两个人头。对面不会点的，像对面这种吵架局，谁会点？他们巴不得互相多死几次。